感恩关心我的朋友又来聆听我的分享，跟我按赞。老师好，亲爱的超马家人以及观众俊男美女们，小周末好。分享的时间到了，今天所抽到的四张卡，将将太阳卡的部分与人分享。透过不断的与人分享以及实修实证的过程，你未来灵命的出路才会越来越有把握。太阳圣德导师，感恩老师。修行灵命提升是许多人生生世世梦寐以求的愿望。在超级生命密码系统所教的这些简单的过程，就能让你轻松的达成。而你该担负代天宣化的重责大任，也不要忘记，因为自己的提升而有机会去分享，展现给世人看。修行不是光为了自己，更是为了利益其他众生，为了利益众生而示现而分享，来帮助天地收缘，这才是正确的。你的这份发心以及奉献的心力，将会让自己因而达到祥和自在的大圆满境界。所以透过分享，是借着提升别人灵命，也是提升自己。第二张卡抽到丰盛的光，自创好风水，要能够自觉地让自己成为自发体。所谓的自发体，就是不断地创造正能量，带来好运势的个体，让自己无论在哪里，哪里就是成为好风水。所以透过与人分享，提升灵命，自己是个自发体，秒秒发射感恩与爱的念头，增加自己的正能量。这时候累积达到一个程度的时候，自然而然就会发光发亮。所以要将自己的正能量先赶快修补充足，你就会渐渐发现很多事情因为你的存在而改变。当然往反方向，就是创造负能量的风水的地方，要立刻远离。但有时候不是你想离开就能如愿，这是负能量的阻碍，要立刻忏悔发愿，赶快与负能量沟通。这些简单的道理方法落实的生命就愈趋美好。不要浪费天地赐予的教育，要开始潜移默化身边的人，让他们因你而得福。如果因此而得到别人的夸赞时，不可以鞠躬，要懂得谢天，感恩天地的教化。或介绍超级生命密码一书，发扬光大超级生命密码系统，天地必定不会亏待你的。这与人分享创造正能量是一个连带相关的。再来第三张卡更神，共好共荣，不能光是自己好，也要帮助他人好。因为归咎到底，能量场是相互影响的，所以守住自己的能量场，并帮助他人提升正能量能量场，这样的人生才有意义。太阳圣德导师，刚才第二张卡的部分，也就是告诉自己要加强，如果正能量不足的时候，要赶快忏悔。主题一想到就瞬间立刻忏悔，这才是非常到位。同时呢，共好共荣，这是一个分享出来的，因为天地之间要的就是我们普传爱与感恩的事实。同时在这个系统当中，如果要把握一个原则，如果行有不得，一切反求诸己，不要去抱怨或者是错误归咎向他人，那就是跟自己过意不去。
这也是今天与朋友分享当中发现这一个现象，一直在说周遭人的问题，瞬间也没有去察觉自己，这是一个方向错误的，跟自己过意不去，所以越来越不开心。很感恩今天三张卡的提示，正能量要补足。第四张德香卡，要求自我训练，要成为一名称职的演员，就得24小时自我要求，勤加训练，适度的利用时间观察自己的神情，为自己打分数。太阳圣德导师，为自己打分数，这是要跳脱出来看待自己平常的言行举止，自己要去修正，要求自己能够到位，该做扮演什么，就是要积极，不能入戏就要跳离，所以这是一种分分秒秒的一个修为，也是透过实修实练所展现出来的。非常感恩今天大家的聆听，今天所抽到的卡算是要再补强的部分，要更加积极的去接引人，这也是今年上半年度的目标。非常感恩大家的聆听，祝福大家小周末愉快，晚安。